今晚是淘汰国民党的最后一里路，我多么的希望明天开始台湾的价值、台湾的认同永永远远的确立，永永远远的成长茁壮。第一首歌《种树》。
谢谢大家，明天我们一定去投票。我家住在美浓，我也要回去，我们一起回去投票，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投票。这是一个新政治跟旧政治交接的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一定要回去投票。我下午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一个电影的导演的朋友，这次他在彰化第一选区参选，跟国民党派系的旧政治对决，他的名字叫陈文彬，现在跟他战到五五波。他特别打电话跟我说，现场彰化第一选区的朋友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回去投票，这一席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不能回去投，一定帮忙打个电话给你的家人，帮他拉几票，让他能够过关。下一首歌是当选歌，我待会唱蔡英文，你们后面要对蔡英文动算，蔡英文动算，蔡英文啊蔡英文动算啊动算。我们先彩排一下哈，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英文啊蔡英文呀、yeah, 就是这样子哈。 OK， 大家加油，把气势喊出来。把你的旗子拿出来，跟着节奏一起来，每个人都是最大声的。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英文啊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英文啊蔡英文。接下来我们副总统候选人，我们要帮他喊一下哈，陈建仁。最后一里路，你们一样喊动算好不好？